华南的，你什么时候现场？你说谁没屁？我不是华南的。但我妈说洗澡要跟华南学，因为他们知道怎么样洗最干净。你妈是跟华南的人睡过是不是啊？讲什么东西啊？哎，我跟你说，每次你们三个都是你等他们两个，真的太奇怪了。你滚开！我知道了，既然我们今天是因为华南出头的话。 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叫皖南四少。怎么只有三个人啊？我有件事情想跟你坦白，但我觉得现在你应该很难接受。你不知道吗？保定是我们万华爆名牌最准的鸡桶。我知道你根本就不是刘永辉，你为什么穿他衣服？我警告你，你要是敢跟余康、吴念章安宪怎样，就干死你！ 长安街为什么会写这种不三不四的东西给你？安健，每个人倒茶。你变了。你是？你是不是认错？陈宝定的儿子。你现在识字是不是？还一直记得上照片这些人？你谁啊？你凭什么管我啊？不是你儿子陈耀华啦。时候不对了，你爸根本不记得我是谁，我是不是他的朋友？重要吗？对不起，陈医生。 这里的事，我有是张安健的话，还会江西。上次你跟我讲了穿越之后，我仔细想了一下，把你领跑哦，就电脑破了哦，这个月钱的哦，那我带晒了。如果他真的可以回到过去改变现实，那还会有这个刘永辉吗？谁要我？你别放下！谁要？ 我怎么会走回来了？你们怎么都不相信我？再见，刘永辉。爸，我爱你。食物最棒的料理方式是吃在一种对的时候。那现在是对的时候吗？